愚蠢的智人，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莎士比亚谦逊是最高的客气功夫。莎士比亚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，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。莎士比亚爱情，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通过了五官四肢，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双倍的效能。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，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炫目，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，任何鬼祟的